市长黄德亲自来到英华市政中心一楼的武汉肺炎纾困振兴联合服务中心，因为对于这日期，为着要方便民众查询疫情的纾困资讯，市府特别整合着劳工局、社会局、经发局、管理局等等六个业务相关的局处，成立一站就会当处理的纾困资讯柜台，让民众一届就会使办好纾困的申请。第一，他可以市民朋友们可以直接来这个柜台。这个临柜办理。二，或者是他可以用电话咨询，我们可以指导他们办理。三，如果面对中央的计划改变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第一线的第一个时间就知道，然后马上更改这个计划内容。那最重要的是希望说一站式服务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能做到让民众让中央的这个纾困计划能够确实到位，让民众不会感到纾个困还要弄了这个精疲力竭一站就可以处理的地点，就是避免着电话转来转去。如果面对中央计划改变的时阵，也可以在第一个时间就知影变更计划的内容。另外，无论是劳工的贷款，还是劳工的纾困金，市府拢会尽全力在上短的时间达到上大的成果。市长也表示，以着企业纾困贷款来讲，市府刚撤回到目前为止，已经帮忙十二间的企业摕到5000多万的贷款。咱咧新闻台分享明星，英华强报道。